哇，漂亮！一条比一条大。怎么搞的？钓到你手几圈？夜战海礁。夜幕降临了啊！看见没有？挑灯夜战啊，全是船。好的。这条要是黄鱼的话，那你今天发财了。就发了。发了，发了。肯定发了。这叫大黄鱼了，不叫小黄鱼了。什么鱼啊？还没有看到。大得很。什么鱼啊？哇，长得很。鳗鱼，哇，鳗鱼，哎呀妈，多长你看，哇，靠，鳗鱼钓起来了，都上了，上了，哇，上了，上了，真没办法的，没办法。没有，这条大啊，还大不大？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嗯，啊，金光闪闪，哇靠，太漂亮，漂亮。问什么不是我们的呢？这一直有什么讲？不是，有什么讲究呢？你位置没找准嘛？水深没找对。啊。水深不找对，它不钓的。哦，这鱼菜打出来很好的。你再收高，收高一点。收。你看好我到底呢？你不用放到底，你收起来。这个蓝色的线是60米的放出来，蓝色的是收进是50米，再收一半这个白色的线。哎，好。来了来了。黄鱼，哇哇，好香！我看，拍出来干，鱼太打出来很好，哈哈，啊，都是打的。黄金条，金条，金光彩彩，哎好。又回来！哇靠！怎么搞的？阿姐，你多少米啊？我37米放的，你数，你放下去的时候数一下嘛。这些放完，稍微再放一点出去。
又是双飞，双飞。今天叫你双飞我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，阿姐发财喽。再去搞双飞。可以的，哈哈，漂亮哦。对，跟你们有错，真是有错。现在很会咬钱。没有办法，水平问题。对，深浅你吃不准的，阿姐对不对？对，钓这个东西就是控一个水深嘛。我给你试一下，稍稍的几条。5、6、7。我对五轮子收七圈了。收5、6圈。你的轮子收6圈差不多，你刚才收了几圈？你放底再试一下呗。放到底。收上来6圈。我收6圈啊。重重啊！你太打出来很好的。哇，漂亮！一条比一条大，怎么搞的？哇，这条，这条八两了，8、9两。啊，又来一条金子哦，金子，黄金，黄金。好了，抛锚烧饭去了啊！黄金，6、7两，6、7两。看这个鱼有多漂亮！好了，收起来了。自费自费了啊，很简单，紫菜汤，清蒸鳊鱼啊，搞点饭吃吃啊，不吃的话要饿肚子，搞点饭吃吃。开始开始，船长啊，啊，吃好饭睡觉了啊，明天继续接着干。多吃点。好了，睡觉了啊，饭吃好了，睡觉睡觉，家就一围啊，里面睡个3个人，外面沙发上躺1个人。